尊重。
喜他的话语更新，然后呢，讨他的喜悦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就不犯罪的生活，还要像跟世俗的人一样。然后呢，你还要勤读圣经。你们都有圣经吗？你有没有圣经？有圣经。你有没有？OK， 圣经的最好的事情有一本，因为这个圣经呢是要给你。好，你有没有圣经？